早上奶奶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而家是用计手机嘅，我表弟系奶奶呢，今年我21岁，我未结婚，我嘅生日有100个，我嘅地仲有60个，我想会教，我唔肯教，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猪肉，我以前做过喺扎卡达3年，2019到2021年。我的老板是中国人，我的老板有5个人，我的老板屋企有10个房间和10个厕所，我的工作是最想买想整洁屋企和照顾小朋友，我识照顾老人家，照顾宝宝，照顾小朋友，我现在学习最中国上和学习广东话，我会干力做嘢，流毛流沙，会搏菜。我希望先生大大，祝我哥哥大大，哥哥先生喺韩国再见，拜拜。